你们俩一人出两枚就赢了，也赢不了，一人要。大哥头头，一个一共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看，我们抓到了这个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确定能吃吗？嘿，好久没吃蛤蟆了。哎呀，我不想吃蛇，也不想吃什么蛤蟆。我也好累啊，我不想出来打猎了。是，我也不想回去看我老婆的脸色。那你想多了，因为我们是母系社会。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是谁呀？老在外边吵吵。谁在我们猎豹的地盘撒野啊？这我们蛤蟆，这起床都我们的。你们谁啊？你们谁呀？后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哈，我乃金花婆婆。我给你们讲，这个蛤蟆谁先看到就是谁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对，哥哥，他们不讲文明，不讲文明，不讲文明。文明是啥？我们现在是原始人。原始人。原始人。好，那我们就用原始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吧。稳住啊！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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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必要，没必要为了两只蛤蟆伤了和气啊！让我们有请关首领。想我必须要离开，但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耶，我的滑板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，摩擦摩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原始人哪里来的滑板鞋啊？啊，原始人怎么会有滑板鞋？请问我滑板鞋啊，花瓣花瓣鞋，花瓣鞋，花瓣鞋。我们先出题。那好，先来一个摩托车嘛。啊，摩托车可以可以可以。三轮还是摩托车？三轮的话，他俩变不了。行。本轮他们要摆出的动作或者造型是三轮车。卢少里，你们这个三轮车，你解释一下。这是一个轮子。这有个轮子，这有个轮子。哦，我是骑的。哦，前面那个轮子是横着的哈。对。没有车把，我是三轮车。那为什么轮子是朝前的，你是朝侧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没有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连自己都没有看到车头在哪儿啊？你们演的是胯子是吗？不是，来鹏鹏，他这么起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你是那个斗是吧？对，哎呀，行，边三轮，边三轮车啊、哦？啊，什么三轮？边三轮嘛，就是边上有个斗那个。哦，对喽，边三。对，我想给你们三鞭子。这俩是车把，这是车灯，车灯。这个是车轱辘，车轱辘，前轱辘。我这是俩后轱辘。座位呢？什么？坐哪儿？座椅。你俩都分家了。中间。啥家伙给主人留的空啊？那车坐在哪儿呢？中间是座。我们天生缺个人，没演的三轮车不是演骑三轮。俩人演三个轮，还得有个人。到底想怎么的？就俩人还得演三个轮，中间还得有个人，太过分了你们。退赛退赛，咱演的是三轮车，不是演的骑三轮。对，行行行，审题很合理，但也不咋地。对，这个像三轮啊。像谁演的最好这轮？感觉是涛姐那组吧。啊，按照逻辑来说，涛姐她那个三轮不合理，你知道吗？胸肌，就是有一次腾哥的那个，他把尖叫鸡放在那个鞋里面，然后胸肌行，现在变成了一只胸肌啊，这只胸肌能成功吗？一击全中，沈腾，胸肌，我好好奇他俩。
这还用解读？没有一个鸡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没有鹏鹏那种造型摆在那对，对，没有造型感。看是出自王牌的典故，还是说大家理解的熏鸡？对，那熏鸡的话，这个也是合理的。然后典故的话，这边比较像。地上躺着吧，要不？那我躺着。你当棍吧，你长。那我当棍。我听听中间三个的。躺在那儿，三个的像一个那个熊猫那种雪糕。来看，从上面看，从上面看。我是棍儿。这是冰糕棍儿是吧？对。哎呀妈，这棍儿可够长的呀，这棍儿啊。可以啊，是觉得小童你们像。他们不是冰淇淋，他们是冰棍儿。对、啊。我们是冰淇淋。明白他们的这个打分思路了。明白了。都一样。我们是站着的平底锅。三个平底锅。二一，停。我们是以量取胜，我们有三个平底锅。那花花的这个平底锅什么残次的？专门煎那种爱心煎蛋的锅。对，躺在地上睡觉。这个吗？哎呦，我们是王牌对王牌的这个经典动作，有腾哥的经典动作。喊一下，我来喊一下，来，腾哥，开路了。然后王牌对王牌，可以，明白。日常录影状态啊，哎，关键的人呢？哎呀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哎呦妈呀！我们还得扮稻草人多久啊？加油，再挺一会儿，坚持住，至少得等把这些麻雀都给熬走啊。哥哥们，这招有用吗？哎呀，至少比对面那两个强。我们一共多少个子儿？60个，一道菜20个，我们就铺3道菜，完2道菜是空的，不就完了吗？我们试不试试水吗？前面就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试的话，前2道我们就1道放2个币，2个都多余。你要不想要的话，你放俩都浪费。他有可能这样算，完了之后他前2轮放1个币。那么抠的吗？对面放1个币，那么多人。他也是咱们这个思路，我觉得，是我是聪明，但是他们群策群力也能想到啊。嗯、小童先放，你先放俩。你放俩。军师，你带领我们放俩。好，我军师，我又动脑子，我还费财。要不你跟沙哥一人一个。你俩一人拿一个。你先放俩，你先试一轮。你傻得乎的，咱俩一个队的，咱俩还一个小队的，人家这让我放的，完你也让我放，他是让咱俩一人放一个，完你让我一个人放。你放吧，师哥，反正你也不懂。那你跟小童，你们队先放俩。我们一对一个。我们一对一个吧。哎，这都听见了，咱这研究。嘘。听见了，嗯，听见了。那我们就不放得了，我就说，那就是说第一道菜我们就不放，不要了。对，我觉得第一把就先试试，放一个就试，看看怎么着。3枚，哇，可以，有信任。应该是3枚，就觉得他们应该猜我们是2枚，咱亏了没放。反正这边是花了大代价了，30枚了。哎呦妈呀！没放，1枚也没有。不可能，曹姐，1枚。哇！我赌赢了。说了不放，谁放的1枚？万小彤，你放的。这损失了1枚吧？这一个损失的有点不值得。接下来这一轮就要拿下了哈，拿下吗？还是咱孤注一掷后三个？他们肯定会赌我们拿下。那我们这轮就放3个，3个就稳吃，我觉得。我都觉得2个就能赢，1个应该也能赢。你放1个就不太好赢了，因为有可能放俩。对，1个以上有胜算，3个吧，3个比较稳一点。那我再放1个，你放2个呗。刚那把我放了1个，这样咱们就比较公平啊。那我们就放5个，一人放1个。5个是不是多了？算，一人放1个。一人放1个。对，这样也好，咱免得咱好像互相算计似的。咱们2个家族，一人放1个。
一人放一个。待会儿一翻开只有三。您二老可得，那就别信我俩了。后来，那后来对你们就别信了。好吧，一人一个。哎好。你们都乐成这样了。来，我帮你们放。我放，我肯定放。你笑啥？你这逗我吗？你逗我？谁逗你？我只是阐述事实。相信，相信哥，相信哥。你相信你笑的都那样了，相信，邪恶如你。我邪恶啊！一人一个哈，说好了哈，就这么着。别气我们哈，别掀开，我真的能冲过来。我是不是在最关键时刻都是说到做到的？说到做到的。行，真的小心点。我搂着点。一只手抓得住吗？好多。腾哥，你们为茶点付出的铜板是两枚，两枚。好啊。两枚。好啊。咋回事啊？哎，哎呀，还有没有点信任了？说好一人一枚，你们仨为什么放了两枚？至少我们仨里面有两枚。还敢倒打一枚？你们仨怎么能放俩呢？怎么着，三枚是不是还说得过去？那你们俩呢？你们俩呢？我们俩。就看见那里没有，看见那里没有啊！你俩先放，你咋你倒打一耙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以为你们仨没忘。这轮补上，这轮补上，要不然这输定了。这会儿再不团结，我们这输定了。对，说什么把下一个菜咱们拿下？没有信任。不是，这俩没兴许赢了。但要五枚更稳，我跟你说，兴许赢了。来吧，公布他们的吧。公布啊，来，最后这六位铜板数两枚。啊！谁放了？你看，完了。你看看，你看，我说三枚，我说三枚就稳赢吧。你俩放一枚就行了呀！你俩为啥？我说三枚和五枚是一回事，对不对？你想赢这道菜，你们仨谁没放？凭什么倒打一耙？谁没放？扮演了，我们扮演了，扮演了。行，扮演了，行，结束了。没事，这咱不吃亏，消失了，他们也没拿刀，吃亏了，这三枚不就赢了吗？我们很亏啊，大亏特亏。这把得重仓了。重仓，重中之重吧。重不重仓，腾哥，再不重仓，都成我一个人买单了。这两刚才你一人投的，你俩怎么着也得来点啊！来，肯定来。你们太坏了，刚刚怪不得笑了，刚才。他俩现在还在笑，你看。你看刚才咱们这把他们，我觉得势在必得，会重仓了。对啊，他们会。交很多出来，咱们必须这三个都拿到才咱才能赢啊！就剩三道了，他们有可能一人两个，他们一人两个是十二个，他们十二个，那咱们就十三个，哇！你们出六个，我们出七个，不，你们出十个，我们出三个，凭啥呀？凭啥呀？因为你欠了我们，我们都想哭。那有啥欠不欠的，都没赢，你们出俩也没赢。你快掏十个，这把得拿下杀一个。不行，你们六个，我们七个。对，你要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就没有。哇哇塞！哇，我不想玩了。不想玩了。我们被威胁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五个，你们八个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刚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出了三个嘛，我们再加五个就是八个嘛，可加你们八个不行，你们那三个出的无效。你五八才能够公平啊。我肯定按这数出，你们要不按这数出，输了就别怪我们了啊。我是不是内忧外患了？现在有点你们自己商量来吧。行，就这样吧，
好。好害怕打开又寒了我的心，就那种。这轮放了的举手，放了的。哇。腾哥举不举啊？腾哥犹豫了。咋没放啊你啊？你都放了？不是吧？腾哥。腾哥。想从他们那一个个的出钱都难，就怕他们。小童为什么怕听到铜板的数量？怕寒了我的心。一般出现一个几会寒了你的心？一般出现一个6可能会寒了我们的心。出了6我就要去抢劫了，我可能。不会有人就是还往回偷吧？6就没有，出现个2，有没有回头？本轮总铜板数量，我都不敢听到这个铜板的数量。6枚，6枚。你咋不放啊？你那7个说好你放，你咋不放啊？把你绑起来吧。把我绑起来，我更不方便往里放了。我不方便往里放了。说好了放7个不放。你看看是不是差了那7枚？你们俩一人出2枚就赢了，也赢不了，一人要一人出3枚，说好的呢？不让我放。到底是谁？咱俩都不投，咱俩。不是，因为他们赢的面很大，如果他们现在平均再分成2道菜。咱就赢不了了，咱俩只能保持实力跟他们竞争。这回能拿下啊！这回拿，没机会了。不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没了，我们已经没了。看，我们有机会打平啊！只要咱们跟他打平就行了。他们这把会不会全压？我在想，他们肯定是选一把全压。我们得赌正这轮，我们赌正了，我们就能平。主要看你们愿意哪一轮掏。我谁不掏？这现在谁不掏谁小狗，再不掏来不及了。那我们这轮少掏点。我们不能比你俩少，这样把你们不就保住了吗？保住了吗？对吧？你们最起码是这个团队里面你们最多的了。最多的了。对。重仓重仓。吃鸡，大吉大利。我给我拿，这是剩的吧？不是，筷子。哎呀，谢谢我的好哥哥，给了我个大鸡腿儿，给了我个鸡爪子。还是宋朝好啊。不错啊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快点进直播间关注我们，点击左上角关注啊，直播马上开始了。来，家人们，今天给家人们带来的是什么？大水稻。那官家村的水稻怎么样？颗粒饱满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带走1捆够不够？不够。2捆够不够？不够。我们带走3、4、5、6、7、8捆，全部带走，给不给力？给力。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请说出一种主食，3个字，开始。热干面。大米饭。白米饭。大米饭和白米饭算对吗？这2样东西一模一样。
大米饭是大米。刚刚水稻有那么多种类，我们是不同种类水稻煮出来的米饭。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吓死了，这个时候话都变多了。太恐怖了。关家村啊，说一种动物，三一四。长颈鹿。狗。大灰兔子。大灰兔子是啥？大灰兔子不对，有大灰狼为什么就没有大灰兔子？这个不是他的这个专业，狼都可以叫大灰狼，专业指代称呼。四个字我懵了。大麻哈猴，有这个东西吗？你喊吧，师哥。他们喊，你看我们下一组。我们能不能让这一组喊啊？沙哥的眼睛里有火，有火焰啊。那我们保谁？肯定保我呀。为什么？那肯定保我呀。就是内忧外患，患内内忧外患，好可怕。肯定喊我，因为只有我最想不到。如果要是我的话，你俩都别坐在这儿。肯定不会，肯定不走，无所谓。他们不会选你的。我来喊，我喊你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名字。范怀宇。Yes。看我说吧。哦，他宝宝啊！请说出有特殊味道的食物。二三三，酸菜、鱼腥草、墨鱼汁。酸菜不算，酸菜算。为什么呀？一般我们形容的，比如说像鱼腥草、臭豆腐、榴莲这种很多人根本受不了的东西，就是要喷我们，找理由都要喷我们。你防吧，我来防。杨迪防，谁来攻？我来一把呀。你来吧。好，三二一，名字。关晓彤。哎呀，谁？这是谁啊？我说杨迪吧。腾哥说的是小彤吧。哦，你看看啊，杨迪，你还跟我咬牙切齿的，我都没说你，我说你，你不就淋了吗？我这把就想保护你。哇塞，我是不是还得哭出来这会儿？我给你们升个级啊！现在如果守住了，攻的那个人受惩罚。啊！哇！你既然要这样玩，那要不这样，如果要是没有守住的话，就一组三个全都零。对，好，好。如果攻的那个人要是输了，那一组也全零。行行，别的我都不说，道具老师再给我加点，加。怎么就玩到这个地步了呢？这个墨鱼汁里面是含酒精吗？是怎么了？那个你们两组接着玩啊，我们走，我们撤。我明天还有事儿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那我们撤。不行，坐回去，坐回去。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到他们组了，到他们组了。来，刘家村和关家村正面对决。我来，你来，我来说。小宋，你进攻一把吧。好，来一把。花花防守，小宋进攻。来啊，花花对小宋，做好准备。啊！守住啊，花花守住。三、二、一，名字。关晓彤。攻击成功。啊！啊啊小童好惨呐、啊！到谁攻了？不玩了吗？现在就都已经零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小宋，来！哦哦，就那一组没挨零了。最后一轮，你肯定说你啊，不可能选我了，在，也不会选他，有可能选他，有可能选涛姐，应该是选你啊。他们会保留涛啊？他们会保留涛。他们保留涛吗？真的吗？谁来攻？我来攻。刘家村谁来守？我来守。好，这个游戏的最后一轮正面刚。
我好想打中啊，打得中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名字刘涛，刘涛，你刘，我们赢了是不是？杨迪太坏了。